我叫王小莫，因为我爸叫王大莫。王大莫离婚很早，只因为他很爱他赚钱的水泥厂，胜过于爱我和我妈。慢点，开慢点，你看我口红都花了，啊？急着呢。开慢一点啊！哎哎哎，别闹别闹！哎哎。坐在我旁边的，是刚认识不久的一个姑娘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无所谓，大家缘分相遇一场，何必在乎姓名？来，等我会儿啊。嗯。很快就搞定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嗯，好了。好了。走了。哎，丁所长在哪儿呢？刚才把老头给我放了。哎，小伙子，找谁啊？丁所长啊。哦，那老头是你什么人啊？儿子。你有这么老一儿子？我是他儿子，行了吧？老头挺能折腾啊，生这么小一儿子。不是你管这么多干嘛呢？赶紧把人给我放了。街道办事处明天一定通知的。好的。啊，来跟我来吧。老爷子，哎，不是你干嘛呢？没说清楚呢。哎，别碰我啊！我认识你们丁所长啊。哦，是吗？说说吧，朋友，同志，看来您是新来的吧？我得给你普及普及知识。他叫石昌公，这儿有个问题，脑动脉血管瘤，如果这个瘤子压迫到了视觉神经，他就失明了；如果压迫到了听觉神经，他就失聪了；如果压迫到了记忆，他就穿越了，穿越到了50年代。关于他过去的历史，我需要给你普及一下。这位伟人是谁，就不用我说了。他们握手，与伟人一起工作，和伟人一起愉快的玩耍。最关键的一仗来了，和你们丁所长的合影。所以啊，同志，我真心的劝你赶紧把他给我放了，放晚了，小心你有事儿哦。坐下，坐下就坐下呗。带着这些东西擅闯人民大会堂，还谁拦都拦不住，就薛亚兰说了算，什么情况？他身份证没带，号码告诉我。忘了。你们爷俩脑子都不好使是不是？薛亚兰是谁啊？嗨，哎呦，一听你这句话我就确定你是新来的。哎，你问问这片片里谁不知道薛亚兰啊。石队长，麻烦你先停一下，这个原料上面有问题，你检查过了吗？这个原料你检查过了没有？我问你问题呢。石队长，石队长。哎，停，都不许动，全部不许动。这儿我是队长，都听我的，赶紧给我动起来。迅猛动！啊！我是这个工地的质量监督员，你先让他们停工，都不许动！现在停工！哎，先等会儿，再等会儿。什么什么亚兰？薛亚兰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我是莫斯科大学毕业，是这个工地的质量监督员。来，看到没有？看这个原料，这儿，这
会有虫眼的。这里，这些上面做的扶手都不能用的，要重新返工。这儿，这都不是事儿，耽误工期那才是大事儿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？你就不配拿这旗子。我问你，知道这些人盖的是什么吗？大会堂啊。没错，咱们盖的是大会堂。可是如果你们想的只是盖大会堂，那是你觉悟太低了。那你说什么是高觉悟？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建筑，是代表着60,000,000同胞几千年来可以第一次做主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，是所有人感受这个国家时的念想。你们现在所有做的事情将来都会写在孩子的课本里面，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希望。队长，咱怎么办呢？队长，咱干不干呢？对呀，干不干？对呀，干不干呢？不是你们没听见吗？这是要写到课本里的，是几万万同胞的希望。赶紧返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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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哎！薛亚兰，薛亚兰，你等一下，我有事问你，啊？什么事啊？这旗子你得还我吗？旗子呢？要不你来抢吧，反正我也打不过你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对你有意见。什么意见？亏你还是留过学的呢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工人阶级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工人阶级没文化，都是大老粗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幼稚。幼稚？你给我站住！我幼稚？没有我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能换来你们舒舒服服去留学吗？你看看这儿，这是我平津战役留下的，你看看这儿，啊，这是我抗美援朝留下的，你看呢？你看呢？你好好看看。哎，干嘛不说了？刚才不是很会说吗？接着说啊。你还别说，你这一笑起来还真漂亮。老人有病，有这种行为我们能理解。对对啊，这小伙子呢，到派出所来好像脾气挺大。年轻人不懂事，您别生气，谢谢谢谢，别麻烦了。行了，都了解清楚了就完了。哎哎，那我就把老爷子叫出来。哎呦，辛苦您。哎，谢谢啊。领导，你试试，这事儿还有几天啊？还有两个月。那你再忍两天，我找人替你。你这把我调到项目部去？我这庙小，养不了你这尊菩萨。不是，别呀！你要炒我鱿鱼啊？我也不容易，我一学建筑艺术的，你让我去照顾一老头当保姆，这不大材小用？这就是你眼下的项目。知道这是谁吗？我师父，全国劳动模范。但这项目体现不了我价值啊！什么是你？怎么了，您这？我川儿，哎呦，我说你不在鸟巢工地上忙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啊？哎，我不是。哎呀，我说啊，哎，你看啊，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该忙什么忙什么去，对对对，别老往这儿跑。你现在是当领导了，当领导了那就得有个当领导的样。对，您说的对。还有呢，您说，别没事儿老往这儿派这些小年轻的，都不是一路人，让人看得起你。是吧？要不您住院去吧。我不住院，疗养院，疗养院也不住。你说我没病，我住什么疗养院呢？老爷子到了，折腾折腾够了，别再闹了啊！慢点啊！哎，不是。
哎，你干嘛？老爷子，不是你把门给我打开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说老爷子，你把门关上干嘛呀？给我打开！哎，你把我放在这干嘛？你赶紧打开，别人等着呢。不是，我说你我请你吃饭，请你洗澡，还把你从局子里捞出来，你行不行？你就这么对我呀？这脑子又犯病了。孩子，不是你把门给我打开呀、啊？夏兰不知道在哪儿呢，您跟他结不了婚的，您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老光棍一条。谢谢啊。嗯。你打开呀！哎呀！不是，我说你给我打开！别！我说你今天就是锁着我玩是吧？哎，你给我打开，打开！闭嘴！我说你是又犯病，想不起来我是谁了是吧？你谁啊？你好好想想，我是王小莫呀。你是谁？我是王小莫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过来看看，你看看这张脸。你是王小莫？我是王小莫呀。那王小莫是谁呀？王小莫就是当年派来照顾你的。啊，想起来了。哎，就你这种没讲特务破坏分子，能混进我们单位里头来？你想骗我？你想骗我？你说我是想骗就能骗得了的吧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闭嘴啊！我不陪你玩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再叨叨，我敢拿板砖拍你。你少废话啊！少废话。让我想想，我好好想想。三天。是啊，指挥部那边要的很急，所有的模板都要整理完成的。我想想。那要不我再跟指挥部讲讲看，让他们多缓几天吧，好吗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一天一夜就能给你干出来。哎，你想清楚啊，别逞强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每个尺寸都要一样的，几千份呢。你这个质量，你得给我保证清楚啊。你木工还是我木工啊？木工这活是你能懂的吗？这都不叫事儿。木工啊，我是你师傅啊。那要是你做不完呢？做不完我管你叫师傅啊。
哎，我要是做完了呢？那我就立刻把旗子还给你。队长，队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兵也没法用啊，队长。看这老头，我这老头，这也不能这样。你说话呀，队长。让我说，队长，你跟这领导啊反映反映，再容咱们两天。两天哪够啊？是啊，拉倒吧。对呀。哎呀，行了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早就想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上面不是有编号吗？咱们就按照这编号分成20个组，每组4个人。第一个人按照这图纸标号画线编号，第二个人就给我锯，敞开膀子给我锯啊！哎，好，好。薛技术员，哎，等车呢？啊，你回家呀？哦，我上夜校去。每天工作那么忙，还上夜校，不辛苦吗？嗨，这都不叫事儿。那你上完夜校，快点回家休息吧，我觉得身体最重要了。嗨，反正回去也睡不着，等上完课再说呗。要不我捎你吧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等车一下就来了。走吧，这车且来不了呢。来吧来吧，上车，我捎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我这车比公交车快啊，快点。坐好了啊。嗯。走喽。石队长。啊。修建美国白宫需要9年的时间，日内瓦万国宫也需要8年的时间。我觉得10个月。要建好大会堂这件事情会不会太困难了？不困难，薛技术员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群人那是从旧社会过来的，那是受过苦的人，如今现在当家做主人了，对吧？那是尝到了新社会的甜。别说10个月修个大会堂了，就是再建一个，那都不叫事儿，你说是吧？是啊，那都不叫事儿。哎，啊，到了。哦，啊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要不你上来坐坐吧，刚才你提到那些模具制作的书我好像见过，你上来我给你找找。啊，不了，你找着了你就带到工地去，我还得上课呢。哦，那你快走吧。啊，不，我看你上去我就走。那我走了。
他想找个人儿，找人您怎么来对地方了？这绝对是这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您还不清楚？到这儿来，是不是？哎，等，别拉拉扯扯的，我想找个人儿。您找哪位技师？技师啊，就是工程师是吧？你也能这么说，都是有技术的嘛，是不是？来，您里边请。我找薛亚兰，他在吧？薛亚在楼上呢。哎，楼上来，老爷子。薛亚兰在啊。哦，嘞，您这薛亚兰还在。哎，楼上贵宾一位。贵宾一位。我就找个人儿。是找人，我给您喊去，是不是？科研呢？你搞什么科研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一共就七天，你们到现在一个成品都没有，我等着验收呢。哎呀，到时候你等着验收就完了。老师啊，那也不能让大家伙闲着呀，把大样给放了啊！放大样更完不成了。石长工，我告诉你，放大样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。我提醒你啊，如果完不成进度，你负不了这个责任。负责任是吧？我还就告诉你了，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，就是不怕负责任。行，石长工，我管不了你，我找人管你。你算几遍了都？哎呀，哎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哎，你说，警官不让你过去一趟？过去什么过去啊？你跟他们说我没有时间。好嘞。你们这边算好了吗？石队长，石队长，听说你放话四天就能干完。啊。老白都跟我抱怨半天了，怎么样，有谱吗？有，但是，哎呀，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，可我就怕实际操作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我就没有退路。来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看看这个。你看看，我推算出来一套公式，这样做下来完全可以替代放大样。这安全吗？你做过实验没有？做过呀。你笑什么？我现在笑都不行啊！行。那你既然想通了，那就赶紧做吧，别犹豫了。还不让说吗？那行了，都别吵吵了。老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老师，你那个数据跟我这个数据差不少呢，你说没问题？是差着不少呢。来，你看看那柱子，我刚才就量过了，这柱子的直径不一样，上下两头差着尺寸呢。你敢不敢量量放大样的成品，保证跟我们的不一样？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儿吧，放大样那是纸上谈兵，你不把热胀冷缩考虑进去，肯定会有误差。行了，别算了，我告诉你结果吧，差7公分呢。行了，大伙儿都别吵吵了，那个4点半之前，咱们顺利完成任务，恢复施工。好嘞！那边再往下点。太好了，我们告诉张部去。
什么东西啊？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不像表。不，这我也不清楚这是什么。没时间呢。来，嗯嗯嗯嗯。我找来了，老爷子，你不该，你干什么？哎！薛雅兰，你上我洗脚城找什么人呢？对不对？这不是有病吗？砸碎我好几个瓶子，这我都没法正常营业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想解决事儿，没问题，一句话，41,500。多少？41,500。41,500？哼，你把我们老爷子弄成这样，我还没让你赔呢，你现在要我赔41,500，你脑子有病啊？我脑子有病？怎么着？你不想赔是不是？你还讹着我，没说你，你还讹着我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咱别聊了。报警行不行？报警！扰乱公务！哎，别！你还必要报警？超市这是个解决问题吗？你打！你瞅你这个样啊！你这个母老虎！我穿成什么样了？你是装什么？哎，我没有，我这哎，专打人，你还动人？你要再动一个，又这种母老虎，你在这撒野！母老虎，你算算是。没事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啊！还是放？这，您这靠谱吗？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找个人跟着我去取钱，然后把钱给你，行了吧？那不行。你跑了上哪儿找你去啊？找我，我不跑。先生您好，您是？找我。啊，来来来啊，这是小弟刘佩。你是经理？哎，是是是。哎，不是。多少钱？四万。1,500。多少钱？三万吧。不是41,500吗？我叫林子豪。给大哥刷1,500。快点。我来。大哥，你那个密码。6+6。哎，得嘞，6+6。哎，哥，要您签字。谢哥。走，我给你。哎，大哥，要不你留我一张吧？但慢走啊！王小莫，干嘛吃醋啊？这没有。站住！
你没别的话说吗？那钱我会还给你的。车钥匙给我。你要车钥匙干嘛？我东西放了在你车上啊，我要去拿东西，我要走了。喂，你确定要去了吗？如果我不找你，你会不会像老头一样找我？石队长，啊，这本书送给你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薛技术员，薛技术员，我有些事儿要跟你说。来来来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谢谢你给我的书。那个，我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这个人。挺好的。我喜欢你。帮了大伙儿这么多忙，我们突击队全体请你吃顿饭。真的不用麻烦了，我刚才吃饱了，真的真的。吃点，吃点，那好，既然你已经吃过了，那多少你得喝点汤啊！来，喝碗汤，来喝碗汤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，来来，一起来吧。好不好喝？好喝。这什么汤啊？哎，技术员。这是昨天队长专门叫我去北海抓了条鱼，说特意给你准备的。这呀是鱼汤，这好喝。对，再来一碗。再来一碗。回来干什么？队长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快扶一下。
您别紧张。来，家长，你来一下。哎哎。啊，这个是半年前的，这个是现在的影像。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的发展，还是很危险的。我建议啊，你们家属赶紧安排他住院吧。医生，医生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危险是个什么意思？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动脉瘤啊很深，已经压迫到视觉神经，再接下来听觉、嗅觉以及运动神经都会波及。他现在啊，想吃点啥就得吃点啥，想干点啥就得干。哎，护士，请问薛亚兰在哪个病房？啊，三号病房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石队长。哎，亚兰。妈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石队长。啊，伯母好，我来看看他。听兰兰呀，常说起你。啊，我给他带了点水果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谢谢啊。哎，薛技术员，你这是得的什么病？我得的这是不能吃鱼的病。不能吃鱼？那这是什么病啊？不能吃鱼的病就是不能吃鱼啊。你都怪我。哎哎，怎么样，休息的怎么样了？嗯。头还晕吗？嗯。郭医生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快啊。张工，麻烦你出来一下。哎，你们俩先聊着啊。哎，你坐吧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伯母。石队长，啊，工地怎么样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老郭，怎么有结果了？跟老薛是一样的，白血病。目前可以确定的是，跟遗传和辐射有关系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他会没事了，他会躲过去。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，提心吊胆的，就是担心他。给了你看，这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这都是命啊。难道就没有新的方法了吗？好在他还年轻，也许可以等到治好他病的时候。等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家老薛，他就挺了半年，可兰兰的身体根本就不如他爸。你让他怎么等啊？人嘛，总应该往积极的地方去想，是吧，张哥？我理解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可我怎么给兰兰说呢？她正在热恋呢。唱个生日歌，哎呀，祝你生日快乐！闭嘴！哎，你也不等等我，开心点嘛！嗯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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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别动！拍什么照？不拍，有不拍，有了！哎，嘿嘿，你看看，多帅啊！赶明儿啊，我把你这照片放到婚恋网站上去。嗯，
可以相相亲去。往哪儿？婚恋网站相亲。大爷，哎，你这就走了？我准备这么一大桌呢。顺便看看剧组是个什么样，这么多人啊，好神奇。对啊，就这样。哎呦，你这一身是真的假的？这鞋啊，注意点影响。我现在不是单身了。这么快啊？谁啊？拿这让我瞅瞅。这不那个洗脚城那个？对啊，付钱那个。你还真挺重口味的啊！哎哎，不是，我找你有正事儿呢，有正事儿。我就知道你不是找我。不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呢，老爷子去医院了，查了一下，情况不妙，剩的日子恐怕不多了。我呢就想圆他一个梦，你帮我找一个长得像薛亚兰的演员行不行？王小莫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这被踢了，你知道薛亚兰长什么样子吗？我不知道啊，那又怎么了？那你不知道我怎么找啊？不是，这多少年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他老爷子不知道薛亚兰长什么样子了呀？那要是他知道呢？他知道是假的呢？你负责。我负责就我负责呗，你现在就帮我找，你找不着我不走了。你什么时候出院的？几天前。你出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因为我最近也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所以就没有来得及跟你说嘛。哎呀，你出院太好了，咱们又能在一起工作了。石队长，你还有事吗？你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这个我这两天就要，麻烦你快点拿给我吧。好的，嗯。
杨兰，有事儿吗？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你干嘛老躲着我呀？亚兰，你说过你喜欢我的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别这么对待我。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？你报告了没有？我妈说，咱俩不合适。不可能。她就这么说的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我们家情况呢比较特殊，我想亚兰可能跟你说了一些吧。他爸去世的早，四五年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在德国，打了仗呢，我们就往苏联跑。哎，可是他爸呢没跑出来，就死在那儿了。当时就我一个人，带着亚兰，走了三天三夜，才走出来。我们娘俩呢，相依为命，走到今天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也年轻过，我理解你们的感情。可是，
兰兰她现在的新工作是在外地，我呢就不想让她过那种两地分居的日子。真的对不起啊。伯母，我的意思呢，我刚才说的也很清楚了。是，这新工作对雅兰来说确实很重要。但是，无论她调到哪儿工作，我就是当牛做马，我也要和她在一起。我不在乎什么工作呀，我会的很多呀，我可以扫地，我可以干农活。要是嫌我文化低的话，我也可以考大学呀。是队长，你们俩不合适。伯母，我觉得您这话也不合适。现在这都是新社会了，那讲究的是自由恋爱。我觉得这事儿得让雅兰自己做决定。我先走了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折磨自己，还折磨别人。妈真的心疼你。妈想让你好好的爱一次，哪怕一天，都值得。他是一个好人。我不能够连累他，我也想好好的就这样跟他过一辈子，可是我给不起，我现在做不到，我不能够耽误他的人生。妈懂，妈懂你。可是妈，我真不甘心。我真不甘心，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？我真不甘心。什么薛亚兰吧，你至于吗？你把自己命都搭上了。
闭嘴，少管闲事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懒得管你，还不就是因为……哎呀，再别说了。哎呀，我要不管你呀，哼，是不是你烧成骨灰了？你自找的你！哎，我自找的，我自找的，行了吧？我自找的，你烧完我帮你收拾，我还自找的。我烧成骨灰，我要是烧成骨灰，早他妈在朝鲜战场上就烧成骨灰了。朝鲜战场上没死，让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让我死在病床上，那我不甘心呀。嗯，老师啊。这是薛亚兰交给你的，他临走之前啊说让你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以后大有作为。哎，老师，怎么了你？哎，队长，哦，伯母，亚兰他不在，他出去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清楚啊。那我走了。找你有点事儿，我这忙着呢。我知道您忙，那个进一步说话呗，就几分钟，就几分钟啊！别走啊！哎，就几分钟，快点的。什么事儿啊你？情况呢是这样的。贵宾间一老头跟他闹起来了。这是鸟巢，但它不仅仅是鸟巢，也不仅仅是个运动场。它是全世界人民最盛大的体育运动的一个主会场。
你这活他不成，你在这糊弄人。你看看，我给你往地上看。哎哎，谁啊？你站住！你给我捡起来！领导，领导，领导，这老头给我从哪儿？给我捡起来！不让干活，你瞎捣乱，瞎嚷！你老头，老头，你把你们头叫来！哟，你来了啊！您怎么这跑这儿来了？您哎，照他这么说，这活我没法干。我们怎么干活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！你耽误了我们开幕式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？还哭鼻子了？哭鼻子了？哎呦呀，哭鼻子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当年人大会堂宴会厅7000平米卢锡温木头地板，工期要45天，我们就用双手搓，就双手拿搓子在那搓，你知几天完成？8天，是8天呐，咱们结婚吧。对不起啊，可能是我
自作多情了。是队长。等你当上全国劳模，我就嫁给你。行，你等着。石队长，祝贺你获得五一劳动奖章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。我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，我会在国庆节那天晚上到人民大会堂门口与你相见。亚兰。炒鱿鱼了，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冷酷好不好？我跟他谈过了，他已经同意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，啊，都是为他好。我跟他谈过，他已经同意了。不是，这感觉太难受，就跟老爷子。下边的话你想听吗？鉴于王小莫同志的优异工作表现，经讨论决定，王小莫同志调任项目部任。高级项目经理，祝贺你吧，小伙子，该去闯荡属于你自己一片天地的时候了，王小莫同志。我去呀！石老先生，石老先生，石老先生，你醒了吗？你谁呀？石老先生，我是你们公司特别聘请的特护医师。石老先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毕业于日本国立大学医学院，博士学位，我的专业是临终关怀。我不需要临终关怀。
石老先生，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关怀。您有什么需要，请跟我说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我想吃卤煮，还要点酒。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卤煮这个东西内脏太多，胆固醇很高，不宜食用。我想出去溜达溜达，成不成？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够溜达，容易大脑出血。那我只有等死。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这个时候您只能这个样。哎呦，真他妈烦呀！伺候过您了，我会混不下去吗？怎么可能？真他妈好吃！来点酒。哎，好嘞，来。老爷子，我可能到年底呢就要去国外了，负责一个项目。好啊。你就踏踏实实的走，今儿就算是咱俩的诀别。哎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走了。说什么呢？你不能这么说啊！不能怎么说？啊，就好像你爱上我似的。你别在那儿卖乖啊！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全都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别给我来那套酸了吧唧的告别，我不吃那套。是你真的让我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纯真的爱情。是你教会了我，我应该积极的活下去。真的，我会如你所愿的继续走下去，一直走下去。行，好，今儿算是我赢了，咱们就此分手吧。嗯，我说啊，我走，不许跟着我。你要是跟着我，我跟你急。放心，我不会寻死觅活，我还没活够呢。走，走。干不成个样就别来见我。
不怕，我就是不怕，想整我，报复我，老天爷，你折腾我一辈子了，还怎么折腾我？啊，想瞎了我的眼，让我什么也看不清，想聋了我的耳朵，让我什么也听不见，想让我拉床上尿炕上，叫我丢人，不能够，不能够，我先把自个儿杀了，我叫你笑话看不成，我把自个儿杀了，我不活了。老爷子，老爷子干嘛？这边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手放开，来人呐，快！是我打的电话，放开老爷子。拿给我，快！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光头男朋友呢？结婚了。这么快？啊，跟别人。嗨。啊，对了，明天上午我约了个演员，老爷子现在不是看不见吗？我们一起试试吧。好。你现在回哪儿？回家的话，我把你送回去。我在北京没有家。你在北京没家不可能吧？真的，我们一个小演员，一部戏接另外一部戏，一个瞎子就是全部家当，就算在北京租个房子，一年四季也住不了几天啊。干嘛那么矜持？走啦。奶奶，这个呀、啊、是薛亚兰的那个个人资料，里边呢有他的性格的分析，还有他人生当中经历的那些大的事情，麻烦您呢多熟悉熟悉，你看行吗？不用看，我就是薛亚兰。哟，不过你每月要给我3万的钱。啊，一个月3万？嗯。行，钱呢不是问题。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，8月8号，咱就正式开始。滚出去！石先生，出去！你出去！怎么了？滚出去！哎哎哎，老爷子怎么了？滚！怎么了？滚出去！王先生，你来的太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病人我看护不了，精神有问题，精神上有很大的问题，必须转院，转一所精神病院。什么精神问题？你不行就不行，别在这放屁啊！哎，你不要骂人啊！我没有骂人，我说你放屁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放屁！你再说一遍，怎么了？你骂我算了，骂别人我抽你！行了行了，老爷子，别笑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你小子还有脸来呀、啊？我来啊，是告诉你，薛亚兰回来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约好了，8月8，鸟巢见。哦，哎呦，啊！
妈，哎，我想回去了。怎么，你不想见他了？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他。信，还有这支笔。关于那封信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，他永远地和薛雅兰一起成为了一个谜，一个念想，一个希望，并伴随着石长工的一辈子，引领着他乐观的生活，艰苦的奋斗。我们不去了吧？啊，您可是等了五十年了，就这么不去了？你看我现在是又老又丑，别吓着他了，还是留个念想吧，也不毁了我这一世的光辉形象。您现在精神着呢。不去了，带我去趟人民大会堂吧。嗯，走吧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不想让老爷子知道我们当时的心情，只想让他再看一眼北京，
再看一眼人民大会堂，再看一眼这50年的沧桑巨变。